好吃，有点像月饼感觉。老婆饼，红孩最出名的老婆饼，哎，还有一点点椰子，对，好香啊。这个陈皮红豆真的太好喝了，这个橘子味完全把这个红豆的甜味解掉了，春次留香，春次留香，春次留香，这什么烧油鸡是吧？啊，西洋菜，油鸡很好吃，其他都没有这么香，其他都是纯纯的那种柴又干，这个又很入味，特别的香甜又松软。几层？有一二三四四层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奶油，而且中间的位置好像更加的松软一点。